大家好，我是陈龙。我发觉很多可爱的动物在大草原上走来走去，但是我就不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杀它们。人类为了犀牛的角而杀它们，而人类为了大笨象的象牙去杀它们，人类为了熊掌、熊胆而去杀它们，人类为了海龟的壳去杀它们，人类为了老虎的虎的骨头而他们的皮去杀他们。我相信现在这种时代还有更多其他的药品去取代他们，不要一定要去杀他们。请你们帮帮大自然也好，帮帮下一代也好，记住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谢谢大家。